大谷選手、日本中の小学校に6万個のグローブをプレゼント。大谷翔平選手は日本の小学校に野球のグローブをプレゼント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日本に2万ぐらいある全部の小学校に 3個ずつプレゼントします。全部で6万個です。右手で投げる人のグローブが2個と、左手で投げる人のグローブが1個です。今年12月から来年3月頃までに届けます。大谷選手はインスタグラムに 野球をして、毎日、元気に楽しく生活してほしいです。将来、このグローブを使った子供たちと一緒に野球をす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などとメッセージを書きました。大家好、お前来看这边新聞。大古香品、他说要送六万个手套。 给日本的这个小学哦，那这个全部加起来算一算也好几亿，好几亿哦，有人算是十二亿日币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哈、哦，那我在这个这个地方打字哦。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哈，好大鼓叫做欧塔尼哦，我们把这个放小一点哦，太大。好，然后欧塔尼是大鼓哈、哦，大鼓叫欧塔尼哈，嗯、哦，看一下哈。 好，大鼓叫做奥塔尼哈，所以这个大鼓选手哈，哦啊奥塔尼修黑哦，他叫做大鼓祥平哦，叫做奥塔尼修黑哦，刚才讲一遍，奥塔尼奥塔尼哦大念奥哦阿谷念塔尼阿祥平叫修黑、uh，hay, 所以奥塔尼修黑哦这个。 这个应该全世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哈，大谷祥平哈，现在全世界最值钱的这个棒球选手啊。好，然后你哄啾哈，好，我们有讲过哈，你这个什么啾哈，我们名词加个啾就是全部的意思哈，所以你哄啾就什么全全日本哦。OK，好，比如说一击一击啾啊。哦 一斤一斤揪哈，好好,好，一斤一斤是一天嘛？那你后面给然后加这个揪就是什么？一啊、哦、一整个哈、哦，所以一斤一斤揪就是什么？一整天啊、哦，一斤一斤揪就是一整天哦。好，那你这边你虹揪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中就是全，哦，一整它整个的意思哦，全还是整个，所以全日本或整个日本。No s h o 的小学校，小学校都是小学。妮妮是对象哈，所以给日本的全部的这个像小学哦，n g o 嗯，六万个，no，OK，、哦哦 OK, 下一个，g o 露布啊，好，这个 g o 露布的重音在第二个哈，你看对，一二三，那、啊、重音在第二个哦，那我们说重音的话就是把它往上。 哦，加重，然后往上拉，哈、哦，Globe, 哦 g l o b e 哦 g l o b e 是手套，哦，棒球手套，o p r e s e n t 哦，o 是把，哈、哦，所以把这个棒球手套，哦、后面的这个，啊、哦、，present，如果你英文比较好的人就是什么赠送的意思啊、哦，英文的那个 present，赠送，哦，所以要赠送六万个手套给小那个小学，哦，好，那我們往下看。 哦，他尼小黑，吼，伸手哇，吼，大谷翔平选手，好，这个是主持，吼，哇前面是主持，然后主持是大谷翔平好，好那后面是，哦，哇后面是强调这个主持的说明，哈，强调这个强调这个对主持的说明，哈，所以大谷翔平选手学，你哄呢，小家伙，你你是对象，是对这个日本小学，亚 Q 呢，哦。 glove 哦哦，yaku 是棒球，棒球的这个 glove 是手套哦。present o s l 哦，等一下。好，这个 present 原本是名词哦，原本是名词。好、哦，那我们给它加个 s l 就可以。我们说名词加 s l 就可以变动词嘛 s l 是做的意思嘛？所以是赠送哦，所以要赠送，懂吗？但是。 但是那个新，我们看一下这上面是什么新闻的标题哈、哦？新闻的标题它它的字会比较省略哦，所以啊后面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字给省略了哦，这样子哦。啊、哦，因为呃新闻的标题它可以省一些省一些字，这样看起来比较比较怎么样整齐，比较精简哦，比较看起来比较没那么长哦。可是你文章的内容的话，就是你还是要写比较正确的这种文法哈。哦 啊、哦，所以在古小品选手哈、哦、要这个赠送这个哦棒球手套哦，啊这个呢是动作对象哈、哦，所以赠送的对象是日本小学哦。habio s h i m a d 哈，好 habio 哦，偷是指前面哦，偷是指前面那 habio s h i m a d 这个发表就是公布出来啊，好、哦哦、这个发表一般就是啊、哦、在台上宣布什么事情，在台上公布什么事情，哦 o k 好那。 以前一般用法是在台上宣布什么，公布什么事情，然后他是在哦，看一下是他的在他的这个哦，阴司阴司哈这个什么，他在他这个社群软体哈、哦，阴司滚是不是哈、哦，在这个社群软体上哦，你看他这是他的社呃社群软体，你看他的粉丝五百九十六万人，哎哦，那、嗯、哎那你看这是他的这个。 哦，他的社群软体，然后他的他新贴的，他新贴的，他说他要送哦、喔，日本两万间小学哦、喔，要送六万个手套，所以六万除以两万，所以是三个、喔，所以一个学校要送三个，哦、喔，大手笔。然后偷师子前面，他表示嘛是的哈，他发表了这个消息哈、喔，他发表了这个消息，发表说哦，哎、喔欸，好，霓虹音在日本。 你们古拉伊阿鲁哦啊，古拉伊是大约哈、哦，那名词加古拉大约大约有两万的啊，阿、哦、鲁是有有大约有两万的。正补呢哦，小加口尼哦，好，这个呢是对象哈、哦，所以全部日本全部的小学哦哦，你这个蓝字先不要看哦，你哄正补呢小加口尼哈，日本全部的小学，而且全部小学它是什么？ 有两万左右哦，两万的两万间小学左右。三沟之子 p プ e ゼントします。好、哦哦，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之前有讲过嘛？你这个之子就是每次怎么样哦？你这个之子是每次怎么样？哦，好，譬如说，哦，我一天哦，一天存五十块哈。哦，我们一次存五十块哈，一次存五十块。我们这个之子就翻每次怎么样？ 哦，主、就、要是这样。国九 N，国九 N 之子哈、哦，是吧？每次五十块。啊、哦，这个存钱叫做 choking，啊、哦，没有注意，choking 西马斯。哦，所以每次存五十哈。国九 N 之子啊、哦、，choking 西马斯，哦，每次存五十。好、哦、，OK，哦，好，那如果我们要改成长时间的状态的话，哈、哦、，choking s 0 o 哦，我们改成这个。 退路，退如是长时间反复做什么动作啊、哦？所以我长时间的哈、哦，然后每次我就是存五十块哦，这样子我们看到。好，譬如说那个，哦，譬如我、欸、我小时候三十年前哈、哦，那个时候很流行绑架跟撕票啊、哦。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绑架，应该全世界很流行。那个时候摄影机很少啊，就是录机很少。然后绑架就算還要，还有很流行抢银行。那抢银行的台词哈。哦 那个劫匪就会说：“哦，如果你不帮我准备逃跑的车子的话，我我就一个小时就杀一个人。哦就這麼”哦，这怎么讲？啊，一七哦，我们一个小时怎么讲？啊，这个一七几就是一七几就是一个一点哦，那一七几杆哦，我们如果改成这个间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时间啊、哦。我们改成这个间就变长度哈、哦，时间的长度。那一七几杆就是什么？一个钟头哦。 OK 啊、哦，所以一个钟头，那我们说每次，每次的话是这个制止啊，所以每个钟头啊、哦，那就是杀一个人，Hidori or c r o s, <id> ori, <S、oh, plus, 哦，就是你不答不答应我的条件的话，哈、哦，我就一个一个小时我就杀一个人，哎，哦，所以一七级干制止，Hidori c r o s 哦，哎，但是现在现在很少流行抢银行，为什么？抢银行危险啊，被抓很危险。 哦，很容易被判死刑、无期徒刑，那不如当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怎么样？哎、欸，可以骗比较多的钱，而且比较没那么多危险哦。好，所以，然、啊、后就扯远了哦。所以这个支持就是每次怎么样？所以一级一根支持就是每次一个钟头哦，一兜里要 o 六十、哦，然后我就每次一个钟头我就杀一个人，怎么样？哎、欸，好，那我们看过来，那你这边是什么？好，这个三个叫什么？我们三个，哎、欸。 哦哦，三口，三口，有、啊、没有？哎、okay,，三口三个，哦好，啊，我们这个米字也是三个哈，三、哦、口跟米字都是三个的意思哈、哦。好，那你这边是三口之子什么意思？哎、okay.，哦，三口之就是每每是吧？我们说这只是每次怎么每个每次怎么样，所以每次三个。 每次三个哦，好没有？每次三个哦。那 presento 哈斯，我们说是动词是什么？赠送，所以什么哦？每次三个哈、哦。我们是哎、欸，这边是什么？每个小学送三个哦。他说日本有两万哦，两万左右的的这个全部的小学有两万左右，然后三个之子哦，每每个三个哦。 每每个学校赠送三个，所以两万乘以三就是六万。好、哦，所以全部的六万个、哦，所以全部是六万个，哈、哦。好，那我这边有个，哦，可能大家看到这里都有个，哎、欸，大谷祥品的那个薪水是多少？为什么他有这个财力可以送送那么，哦，送好几万块的这个手套？哈，好，我们看一下。 好，那我们要，哎、欸，好，我们看一下年 Q，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学一下 Q 流，Q 流是薪水哈，Q 流是薪水，啊、哦哦，给料是薪水哈、哦，我们要用黑色好换个颜色，Q 流是薪水哈、哦，那我们这个 GQ 时给就是时薪哦，这个时是一小时嘛，所以时薪是。 GQ，然后那个月薪叫什么？哦，月薪月给就是月薪哦，那你年 Q 哦，年薪叫做年给。哦，OK。然后还有个叫年薪，的念另外念法叫年坡哦，年俸。年俸，很像你们以前那个当官的，当官他的年俸嘛。哦，那年 Q 是年薪。那棒球员的话，他们好像是比较喜欢讲年俸哦，年俸也是年薪哦，哎、欸。 OK，好，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大股的这个年年薪，我、哦、靠，哦，OK，好、哦，你看我们看这个标题你就吓到了，吓到了哈，这是他最新的年薪哦，这个哦，这个看到就吓到了、哦，这个天文数字哈、哦，年抛哦，辖区高欧元。 哦，霞库哥，我酷哎，它的年坡，它的年缝哦，有这个哦，一百零五亿霞酷，一百是霞酷嘛，那五十年哥，所以霞库哥，我酷哎，哦，啊，这个是日元的哈、哦，因为现在日币贬值嘛，哦，那你大概出，大概是一块台币可以换大概四点八块日币的哈、哦，那你这样算下来是很恐怖了，才二十几万，你看一下哎。欸 不对哦，那除以除大概除以五了哈、哦，哇，二十二十出头了，哇，年薪二十亿台币、欸，年薪二十亿台币，哎、欸，哦，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哦，都吓死人了，哎、欸，哦，那以后我要叫我儿子打棒球，哎、欸，哎、欸，我以后要叫我儿子打棒球，哎、欸，如果我有结婚生小孩的话，啊、哦哦，好，这个 c a s 股就是赚赚钱的赚哦。 这个 Okanio k a s e セ u 就是赚钱哦，我这个这个比课文还有趣。好，好，这个 Okanio k a s e セ u 就是赚钱哦。哎哦，这个哦，好，那后面这个金额是金ダ库哈，哦，所以它赚的这个金额哦哦，这个字是可以搭，就是几位数有没有？几位数啊、哦？那这个。 这个一哦，就一个嘛，就一个，这、就是一位数。那两个就两位数，三个就三位数哦。OK 哦，好，那我们看过来哈，比如说这个哦，这字典上的例句哈、哦，好，三 K 大诺卡子哦，这、就是什么？三 K 大就是三位数哈、哦，三位数哦。譬如说哦，一百二十三哦，五百六十九啊。 啊，七百五十四，这个是三位数，哈、哦，三位数嘛，三けた卡数哈、哦，三位数。哎，好，那它这边有一个哈、哦，这个け大が七加五，哈、哦，这是一个片语，哈、哦，那け大が七加五就是什么？这个け大是指位数，啊、哦，几位数？那几加五是不对还是不同？然后它是一个片语还是一个俚语，哈、哦？啊，那我们字典上面是写，哈、哦，就是这个。 常用语哈，可大概几个？五是什么？相差悬殊哦，不能比拟哦哦，相差悬殊不能比拟哦，哎，相差悬殊不能比拟，哎，就是指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根本无法相比的意思哦。譬如说，哦，我我。 我如果混得很好，我年薪顶多是一年一百万、两百万哦。可能我如果混到最好啦，哦，因为我这个网，我网红嘛，最多就这样子啦。哦，可是如果我去跟那个郭台铭比哦，他年薪是打爆上百亿的哦，那你你怎么跟他比？你年薪可能几十万到百万，那、啊、你人家跟人家百亿，你要怎么比？那个可以大概几开五了，是吗？差距太大了啦，那个天差距。 我们要差距已经大到无法想象了，吼，叫 K 大个几 K 五这个意思，吼、哦，哎、欸，这样这样懂吗？哦，哎、欸，啊、哦，譬如说，哎、欸，好、哦，我们看一下啊、哦，譬如说这个 f u 里 a r 哦，这个例句，哦，啊 f u 里是两个人，哦，啊，这个 f u 里是两个人。 哦，然后这个“ t o 同”摩是“都”的意思，所以两个人都是哦。卡内莫吉是有钱人哦，两个人都是有钱人哦。然后名词加、哦“大”是“是”哦，“嘎”但是 K K 嘎嘎吉嘎五哈，但是 K 大嘎吉嘎五，但是他们怎样？他们两个相差太大了。他们两个都，他们两个对我来讲是有钱人，一个人可能是年薪千万，可是另外一个有钱人是年薪百亿、哎。他、嗯、们、嗯、哦都是有钱人，对我来讲都有钱，但是他们两个是哦，也是。 也是相差甚大了哈，就是差距非常大哈，在这个意思哦，那无法相比，哎、欸，这样这样懂吗？哦，所以卡塞古 k 卡古哈、哦，所以这个卡塞古是赚哦，我们把这个放大哈，所以他赚这个大股奖品，他赚的这个赚的这个金额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哦，所以他赚的这个金额哦，然后这个。 差距太大了哈，那他他是比谁的差距？他应该是比就是哦、喔，等下，哦、喔，我把这个先哦、喔，所以他赚的这个金额哦、喔，可以大家大他几加五哈，就是差距太大了哈、喔，都是都都是棒球员哦、喔，全世界都是棒球员，都是这个运动员啊，职、喔、业运动员，但是全世界的运动员跟他的比起来是相差甚远哦。喔 哦、喔，一个地，一个天，哈、喔，有没有？哎、欸，看、啊、哦、喔，就是都是运动员，但是他的年薪跟人家差差距太大了。哦、喔，南坡他的年年薪是七千九百五十万，哈、喔，他是一哦一百零五亿日币。哦、喔，德基西九，哦、喔，他在这个历史上，哈、喔，我们一个字对一个字，哈、喔，好，历史叫德基西，然后上面九，所以他在历史上，在在历史上。 他打 h i t o r i 哦，他打是只有只有他一个人哦。那我们看回来哈，所以所以他年薪百亿哈，所以他送这个手套给这个六万个手套哈，给这个小朋友。我我我刚有看那文章啦，其他文章是写他送六万个手套用日币来算哈，还有他送的这个牌子的话，可能要十二亿日币，十二亿日币就是他的他的年薪的大概九分之一哦，还是十分之一。 哦，那还以那以他来讲还好啦，那对我们来讲这是无法想象。哦，OK，哦，所以占卜 day 哦，全部 u m 六 g o d a s 哦，哦，有没有？好、啊，这个占卜 day 就全部合起来哈、哦，这个 day 是用还是以？哦，还是是的意思哈、哦，所以全部是六万个，他送送出六万个手套。哦 n i k i day 哈，啊、哦哦，这个 niki day day 哈，叫什么？用右这个 day 是用用右手的。 拿给鲁希多哈，用右手投球的人哈，拿是投，所以什么右投？我们说什么右手投球嘛，右投。的手套，哦，两个哦哦 h t a i t e d 哦 h t a i t e 是左手 d 是用用左手拿给鲁丢球的人的人。哦，OK，一哦，一个，哦，所以。 哦，所以它那个三个手套它不是乱送的哈、哦，它是右头的手套送送两个哦，三个哦，一个学校送三个嘛。哦，好，这个一个一口哦，一个是念一口哦，原本一、e、是念一鸡嘛，所以是一鸡口的这个鸡它被促音掉了哈、哦，所以它这边它是念一口，不是念一鸡口。哦，所以一口哦，好，我们贴回来。 哦，所以每个学校送三个，然后右头的手套送两个，然后左头的手套送一个。我都是今年噶子卡拉哈，从今年的十二月哈，现在十一月了嘛，哦，下个月，来年，哦，三噶子，哦，到明年的这个三月，哦，所以十二月到三月在概四个月。g 了 r 了是时候哦 g o 是翻时候，你也可以翻左右了哈、哦。譬如说 g 起 r 了 那勾起勾了就是哦，勾起勾了是五点的时候哦，五点的哦五五点的时候或者是五点左右都可以翻哦。OK，那你这个 color 放在后面的时候，他很喜欢音变哦，他很喜欢变成两点的勾 o r 哦，他很喜欢音变哦，放在后面很喜欢音变哦，所以就变勾起勾了哈。那你这边它一样音变的嘛哈、哦，所以是。 从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三月，哦、啊，过了，哦、啊，过了左右，哦、啊，或时候，哦、啊，你可以翻时候。马德尼，马德尼是这个时间截止的日期的一个文法啊，之前都可以，之后就不可以哦。马德尼是之前都可以，之后就不行。好、啊，譬如说，尼奇马德尼啊，两点之前都可以，到超过两点之后就不行啊。哦、啊，所以它它应该是跟厂商。 他应该跟厂商就是下订单，有没有？然后他应该是跟厂商讲哦，所以你到这个三嘎子，马德你哦，你要到三月之前哦，到三月之前哦，OK 哦，多多可以吗？哦，好，好，这个多多苦是自动词哦，是送到还是寄到哦？ 多多酷是自动哦，自诶、欸、送到还是寄到哈、哦？所以到三月之前哦，他们会把这个每个学校每个小学三个手套他们会送到哦。好欧 l l time 哈，这个大谷翔平选手哈因、哦、斯 c e 哦 i n 塔古拉姆哈因斯塔古拉姆就是我们这个哦，这个年轻人很喜欢用的这个哦。 Instagram 哈，Instagram 就是这个哦社群软体啊，社群软体啊，可以贴照片的哦，好。哦，他的这个 Instagram，他的社群团那个哦社群软体，哎，哦，这中文怎么讲不知道，Instagram 哦，我只会他英这个日文的讲法哦，所以他在他这个社群软体哦上面哦，你你是在哈，所以他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 哦，它、啊、这个刮起来是一句话哈，刮起来是一句话。哦，刮起来是他这一句话，然、哦、后他这句话写得很长，他写什么？Yakuso de 哈是什么？打棒球。m a n 每天 g a n 要打棒球哈。哎、哦、m 每天 Ganki 是。 健康哦，还是有精神的哈、哦，所以每天都很有精神的。那 g a n k 是那形容词，那形容词加“你”啊、哦，加这个动词哈、哦。所以打棒球，然、哦、后每天 g a n k l 很健康的，很有精神的。好、哦，下一句，唐诺西苦塞加苦西得。好、哦，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唐诺西”是什么？“唐诺西”是很愉快的，还是很快乐的？叫做“唐诺西”。 哦，谈到西是好玩还是愉快还是快乐？那我们意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所以谈哦是苦哦。OK，然后后面的动词是谁开始植入哦，所以快乐的来生活哦哦，所以每天打棒球，然后健康的哦，每天过过上这个健康的，然后愉快的这个生活，有没有？ 哦，那 tail 和系哈、哦，好 tail 和系是这个动词 tail 和系是想要别人怎么样哈、哦，想要别人做什么动作哈、哦，动词加 t a 加好戏想要别人做什么动作哈、哦，所以他说什么啊，想要那个日本的全部的这个小学哦的这个小学的这个棒球社团的这个小朋友，你们每天可以健康的快乐的打棒球，每天这样过这种生活，秀来哦，哦，对，k 看一下哈。哦 将来，哈，秀来哦，秀来的重音在第一个，哈，所以将来的重音在第一个，就是那个“将”念重一点，哈，所以秀来，所以将来，cono g l o b e 哦，怎么这个手套，ozkada 哦，所以将来用过这个手套的。 Kodomo たち哦的这个小朋友们哦，Kodomo 是小朋友，这个たち是复数是们哦。那你前面这个 zukao 是使用哦，zukao 是使用哦，啊 zukao 是使用。那我们说你要改，那这边是改成过去式 zukada 啊，zukada 是 ata, 哦,是哦基本体过去使用哦。那后面是 Kodomo 是小朋友哦，那你就叫た几是复数，所以用过这个手套的小朋友们哦，有没有？ 他、啊、现在全部发去嘛，所以现在的这个日本小学小朋友的，他是发给什么？每个小学的那个棒球棒球队，哦，每个小学棒球队，日本日本很流行打棒球，那几乎每个每个国中、高中、哦小学几乎都会有棒球队，哦几乎都会有，哦，所以有用哦，所以将来哦，将来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用过这个手套的这些小朋友们，哦，和一休尼哦一起。 看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哦，一緒に一起ヤキ o スルコド哦，那一起打棒球哦，ヤキ s 是打棒球啊，的这个事情。おタノシミニステイます哈，好，这个是一个片语哈，这个タノ s t ニ y m a ます是很期待哦，タノシミニステイル是这个是一个片语哈，很期待，所以很期待将来可以跟哦，就是用过我这个。 用过我捐的这个手套的小朋友，就是跟全日本的小朋友一起打棒球，这什么意思？希望十年后哦，现在小学嘛哦，十年后哦，十几年后、二十年后，希望这些日本小朋友可以都来都来美国打大联盟哦，都跟他们一起打棒球哦，哎，他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哦，希望你们都来哦，跟你可以跟你们一起打棒球哦。那。 塔诺西米尼西德玛什啊，这个 “codo” 哦，塔诺西米尼西德玛什是官用句哈，这个 c o d 是事情哦，所以啊，塔诺西米尼西德玛什是很期待，所以我期待，我很期待这个事情，我很期待说将来可以跟大家一起打棒球，用过我手套的小朋友一起打棒球，nado 等等的啊，等等的,、哦、等等的啊，偷是指前面啊，这这啊，偷是指在前,前面等等的 message 哈，message 是英文的讯息啊，简讯还是讯息哈。啊 Kaki Masda 哈，所以 Kaki Masda 写的，所以他写的这些讯息哦，那偷这些写这些等等的讯息啊，就是这边写的哦。哦，他這,、哦啊、这个，他这个照片，然、哦、后而且哇哇哇，你看他写的些，而且他还，这应该是他的官方网站啦，哦，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他的，他的这个他的那种经理哦，哦，就是他的那个哦，马内讲哈，那个中文怎么讲？ 他是经纪人呐、啊，哦，然后就是还要跟他们商量，然后说发布这个讯息，他本正还要送六万个手套啦，哦，哎，哦，他就这边，然后下面这是一大堆的留言哦，哎，一大堆的留，下面是一大堆留言，哦，就可能是其他下面这些人就是说啊，就是可能是那种小朋友，还是小朋友家长，还是学校哈、哦，学校老师就谢谢你这样子，哦，谢谢你这样子，哎。 啊、哦，我们就我们随便我们随便挑一个哦，我们随便挑来看哦，我们随便挑一个哈、哦，其他的留言是怎么样？应该是感谢吧，啊，感谢的留言，啊、哦，包括呢，包括呢，哈，包括是我我的学校。 古洛布加库鲁希哦，这个哦，你什么大谷祥平送这个手套来的这个日子，马基多西哈，好、哦，这个马基多西我们在这个什么大家日本语哦，那个什么那个中中大家日本语小说二没有有教嘛？马基多西就是很难等待的啦哈、哦，哦，就是等不及的啦哦，很等到望眼欲穿的啦。 哦，就是急切等待的，盼望已久的哈、哦，等待的令人焦急的哈，哦，急切等待的哈、哦，等到很令人，等到很让人家着急的哈，哦 o、OK, k this 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学校，哦，那我们马鸡头戏就是我们等到望眼欲穿的哦，我们急迫的等待，等待这个手套哈、哦，这个大谷祥平大哥哥你手套送到我们学校的日子哦。哦，就是。 马基托尔西就是很焦急的等待着，希望你们哦，这个手套赶快送来。洛克啊洛克念谁？纳诺戴哈。我现在是六年级啦、啊、我六年生就是我是小学六年级哈，六、哦、年生小学六年级啊纳诺戴是因为哈，手指给我嘛，等于那等于是我们说到之前为止嘛哈，到这个毕业之前为止，只开鲁好能够使用到哈，好、哦、这个只开鲁是使用，那只开鲁是能够使用到。 哦，能，我到毕业前能够用到你这个大谷祥平大哥哥送的手套，哦，哦，一拿，哦，偷是指前面哈，好、哦、啊，这个一拿就是一呢，啊、哦，一呢就是很好呢，哦，如果我到毕业前哈，啊、哦，有机会弄，哦，就是使用到这个，哦，没有这个大谷祥平送的手套的话。 哦，我就觉得一眼就觉得好棒哦。偷 o o m o y m 哈，To 指天 o m o y m a 是我认为哦。然后我这个哦，他说我是小学六年级，原本的小学叫小 h o 怎么样？哦，小学六年级怎么样？shogaku、哦、六 k nense 哦，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这么长怎么样？那我们简称叫做小六，所以就是 s h 哈。哦 小六年级，学六年级，然后简称叫做小六库哦，小六就是小六，就是小学六年级。好，那个男子就是年轻的男生，了。后年轻男生叫男子哈，哦，哎哦，所以男子叫南希哈、哦，所以我是小小六的男子哦。那尤里哦，信后面写尤里就是谁谁的笔，谁写的？ 所以是给小六男生写的哈，有个小学六年级说，哇，我快要毕业了，如果毕业之前可以用到您的手套的话，哦，那我会觉得一拿我就觉得很好呢，我就觉得很棒呢。哦，好、哦，那这个马基多西就是很焦急的等待啦，很焦急的等待哈、哦，说在我的学校哈、哦、的这个棒球队哈、哦，棒球队的同学都很焦急的等待，等待。 k u r o b u g 哈，等待这个手套可以送来的日子哈。以、哦、我已经小学六年级了，所以我想要哎，哦对啊，小学六年级会很急嘛，因为用不到就要毕业了嘛。哦，好、哦、，OK 哦。所以你看下面都是感谢的啦，哦，谢谢感谢的。哎，好、哦，我们再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我们看一看，我觉得很感动哦，眼，哦，眼泪快掉出来了哦。 好，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个哈、哦，嗯，o 看，亚 Q 哦，Y y 哈，亚得路哈，好，这个亚 Q 哦，亚鲁哦，这个亚鲁就是做的意思，那亚 Q 亚鲁就是做棒球这个事情，就是打棒球哦。好，那亚 Q a Y 一路哦，那我们 t 推一路是长时间状态嘛，所以这个。 长期在打棒球哈，那我们说这个天一路的一可以更口语的话，可以把它省略哈。所以长期在打棒球的小 h o g o d a n s i no hahades 哈，我是长期在打棒球的哈，小五的男子的哈，小五啊一个小五小学五年级的那个男生的妈妈哦，哈哈是妈妈哈，哦嗯，我是一个小学这个是小学五年级的导儿子在打棒球的这个妈妈哈，哦。哦 阿头一几年哦，小嘎哥四个字加阿弟哦，好，这个阿鲁是有哦，所以那阿头是阿头是之后啦，哦，阿头一个是之后，那第二个是还有的意思哦，阿头还有还有哦，还有那阿头一几年是吧？还有一年哦，小嘎哥四个字加鲁哦，所以我儿子还有他现在是五年级嘛，那我儿子还有一年的这个小学生活啦哦，在还在。 那小他儿子应该是棒球队的啦，哈，还要还要还要再一年哦，所以他小五的儿子棒球队用不用得到用得到这个手套？所以哦，优卡达优卡达就是什么太好了哦，太好了，好、哦、没有？太好了，我儿子还有一年哦，那可以用到您送的这个手套，我、哦、就觉得太好了。